今天晚上我们包馄饨吃，我好像又说错了，馄饨，我们不叫馄饨吗？不对，那俩字叫馄饨，听什么？馄饨。上学的是不一样，他现在能教咱俩。没事妈，入味儿。太细了，这得找你，你怎么打这么细呢？水平高、啊，打太长时间了。你知道我让一个金皮给我坑了，挂那儿了，那金皮打不动，嗡一直在那嘎，我以为不行了。来点花椒面，酱油，来点油，再来点盐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搅拌搅拌。哎呀，炼出来了！现成，这不饺子吗？饺子？你不包馄啊？这不馄饨吗？现场教学。你不站吗？不，不站呢。在我姥家那儿买馄饨皮，你们知道是啥型的吗？是三角形的。嗯，三角形也行啊。那我怎么没见过呢？在咱们这儿。咱们这儿有四角形。对呀、啊，他那是三角形。我当时买回去之后，我都懵了，这怎么包呢？哎呀，你包挺快呀、啊。但是我这三角形可包。反正我是最慢的了。我一干这活，我的兰花籽就不自觉的翘起来了，那就这样的活，太细的活，我就兰花籽就来了。你看做的挺好看的呢，嗯，像宇宙飞船。差不多就行了。我这第一个，你行？我不行。萌萌吃几个？萌萌说吃五个。小李同志一会儿要去踢球去，多吃几个吧，补充补充体力。我吃两个就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一会儿跑起来就。在球场上表演绝活。你拿勺，拿那个什么。搅拌绝活。你说啥？你给我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拿的，一百分。哎呀！先放这个应该。你不提我还忘了。都是科技野活啊，哥们！哎呀，这爷俩啊，真受不了。吃的我找不到人了。直接上锅了，皮厚啊，嗯，这皮完了还漂白了，简单呐，呜呼，来一个我的最爱，大馅的馄饨。你要黑我是吗？你不说就吃俩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拿勺子，你就拿起相机来了，你要黑我？你要上球场表演特殊节目？别说话，拜拜。不想过这一拜拜，你带我一个好朋友。你也要上球场表演节目去？哦。